你是谁？哇，好成功，好漂亮哦！哇，真的是太成功了，妈妈，对不对？啊、哦，很成功的哈、哦，酷！今天难得两夫妻同框耶！ Yeah! 有妈妈出现的话，一定有好吃的。都被你煮完了，已经变不出东西。你看，哇，这个早餐一定很丰盛。好，我们待会再来叫小朋友起床喽。今天是礼拜天，所以算是主日。那我就待会呢叫他们起床。他们今天起得很晚，他们今天已经到了今天10:15了，还没起床，所以待会再叫他们起床喽。Morning， 你要挑最大的，对不对？啊，OK， 李犬，你今天换衣服了耶？每天都换衣服。Morning， 妈妈煮的早餐好不好吃？呀、yeah. ，很棒哦，好不好吃？ OK， 随便回答我。因为大哥现在换新发型，然后呢？你看他刚才又要跟别跟我讲吗？好，不录了。我真的有个爱心耶！哇，真的，真的有爱心耶！特地点吃要给你。嗯，妈妈煮爱心给你吃哈。哇，昨天是设计师，今天是复健师啊！这是在干什么？请问啊，垃圾？为什么拉垃圾？我这样镜头，他为什么垃圾？他为什么拉近？昨天是设计师，今天是复健师。哇，这是18般武艺都有哦，这个圈圈也有，哇，这东西也有，哇，你们这家人真的是很好玩的一家人。好臭。对，我已经让你，你知道我的，我现在脸好臭，我是挡住脸，我是阳朔脸。我在中国练武功的时候是上次。是很久以前我才拉筋过，我现在好久没有拉筋。你还敢讲？所以你这样你的筋骨太硬了。我在帮他拉筋的同时，妈妈也在拉筋。现在连那个绿雀都有偶包了哈，偶像包袱，所以说太丑不能入镜的，对的。他那么帅，怎么拍那么帅？对。啊，莉莉啊，这个是什么？我知道。跟我介绍一下吗 ？Chicken noodle soup。哇，我看一下。哇，好像不错耶，旁边还有配菜耶，嘿嘿嘿，哇，今天是晚餐吗？全部都是我煮的，真的都是你煮的。可是这应该是点心吧？晚餐还在吃牛排，对不对？对。好 ，OK。这是下午餐。下午的，对不对、？OK。不是点了吗？好好吃、哦。真的吗？哎呦，真的呢。那个煮的蛮好吃的。好吃的说不出话。好来，你喜欢你煮的吗？我煮的，真的很好吃哦！我刚吃了好了好几口，嗯，真的很好吃。你看，嗯哼，我没有加这个东西哦，是爸爸加的。上次呢，李若杰就吵我买东西的时候，然后李李轩那时候我正在生气嘛，然后李李轩说：“李若杰。”我告诉你，我教你一个方法。如果你现在不是这样说，老婆，我说你是白痴吗？现在他妈妈在生气的时候，你这样跟问买东西，你是怎样？然后他就说：“我教你一个方法，像我每次叫爸爸叫妈妈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先倒水啊，或是帮他擦擦桌子啊，或是帮他整理一下家里啊。然后妈妈开心的时候，我再趁妈妈开心的时候叫他帮我买东西。所以以后我看到林李轩如果倒水或擦桌子的时候，我就要说干嘛买什么？但是我在心里面想说，买东西妈妈不喜欢嘛。所以如果他在开心的时候说要买东西的时候，他就说他就不会。”因为他很开心嘛，然后买东西就不好吧，所以他生气的时候，他说我就 OK 就 OK 啦。他一直说，反正他都已经生气了，多讲一件事情，再多气一样也没差，是想气死我哟。It's been like a whole almost a whole week and one day. being home.And not going to school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It's really boring, and I don't really do anything at all because it's like always, it's either always raining and like it's always like raining and it's having a bad weather. And also, I'm really tired always.
and I had to do this packet thing for school. It sucks. Look how thick it is. People are saying we're going back to school like April 23.啊，这个设啊，这个设计是很漂亮，赞哦！哦，你干嘛打嗝啊？谁？是我吗？啊，这个啊，这个啊。I can't even see my friends, like none of my friends. I also got a new haircut. My mom cut it. I didn't go to any barber shop because I'm pretty sure